帅气人夫王力宏最近全球走透透，下半年广告代言满档，工作行程马不停蹄。日前受邀再度出席美国太阳谷会议，在美国筹备新电影剧本。王力宏表示，目前电影还在筹备中，所以内容先暂时保密，有机会再慢慢地和同学分享。下半年将与好莱坞女星 Julia Binoche 合拍电影《赛珍珠》，结束美国行后，她再飞往东京替代言手表开幕剪彩。更趁空档，西爱妻李静蕾至东京竹地逛市场。小两口难得早起感受竹地市场的活力之余，大啖有名的握寿司和生猛海鲜，种种初体验让他感受新奇，直呼下次要再来这里，好吃又好玩，重点是可以感受日本传统市场的魅力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